tanto. Thank you.
得到大呢？当然每天都差不多。大数据嘛，它控制的死死的。哦，就给你那么多。对啊，少了就补一点，多了就停一下。哦。这个精力不一定的，是吧？是。也调。它不像出租车，出租车你是看你个人，它这个大数据电脑算的。对，下去那就开马灯。对啊。就是你随时见客，你有空车你可以打哦。平台收多少？20%，25%-30%。他品牌也在赚大钱，这个嘛，他不挣钱，他做什么品牌？赚大钱喽！哎呀，不知道，有钱什么都不算是吧？就是一个电脑布置中心，还有几个工作人员维护。是啊，没想到那么简单。没有我们外界的人想的那么简单。我说他品牌应该。没那么简单，没您说的那么简单，给个电脑写个程序就行了，不可能，哪有那么简单？那程序都有人维护。这个世界商业，它除非是垄断，它不垄断的话，如果说其他的人比它平，成本比它低的话，肯定是有其他的网约车公司出来。目前中国没有一家比它好的，说明它的运营成本确实高。那舍得花钱嘛？你进去你救不了啊，你亏不过他。对呀、就像你看那种低头这种共享单车，你以为他在赚大钱了，他是靠资本运作的。对啊。他一个人那就2块钱是吧？你投多少量？都不知道他们。就我选号。他们是靠股票的吗？对，股票挣钱。这个地方只要他有用户就行了。对。财票报表好考，你靠干就行，根本亏钱没所谓了。对。他的那些什么股东都在市场上套现了，套现完了之后，套现离场。找个下架机呗。套现离场，我说这要去找个下架机扔掉。对啊，套现他们套完现就，哎，这个公司是死是活跟他没关系的。对。反正倒闭就倒闭了，破产就破产了，公司破产了，他到时候又弄一个，他到时候他的股市上面圈了好多钱了，就是这样的。现在什么资本？